发出来气场都不一样。对，所以旅游一种乐趣。我觉得有时候人家讲的，之前不是讲什么行万里路有没有，胜过读万卷书？有时候 yes， 对啊。要不然现在很多年轻人喜欢自助旅行，然后自己去探险，因为那些探险中的回忆是比对比较难得。对，而且有那种冒险。因为像是我们跟团的话，就是人家载你到哪里把你丢下来，然后你就是坐到时间到，然后就上来。可以啊，没好玩就好玩就探险。我们一起去买什么？我去买块那个台湾的啤酒，买个日本的啤酒，对不对？Beautiful.